嗨，我是阿杰。看到我今天在户外就知道了，我要带各位去玩了。这是我们的全新的企划，没错，冷门景点大开箱。其实台湾有很多的景点哦，跟活动并不是那么热门。那到底这些活动是景点是不好玩吗？还是因为没有被推广而鲜为人知呢？我的计划就是要带各位到这一些景点去看看哦，走吧。今天我们第一集带各位来到台南的七股。那其实讲到七股，我们只知道七股岩山，在这附近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还有体验，就是让你可以搭竹筏去游戏湖。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我们的永顺号，它是在方圆百里内呢算是 CP 值相当高的一个业者哦。首先它的票价只要250块而已，它里面呢包含呢是有意外险，而且另外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隐藏福利哦，等我们坐船回来再告诉你们。我们去坐船啦，走。其实七股是台湾科的主要产地之一，那在整个航程大概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那一个过程呢他们会配置解说员在上面为你讲解科的养殖以及渔网的定制的方式。那一整个航程中呢，我们到最后会到达一个沙洲，这个叫做王仔寮沙洲，王仔王寮仔，反正就是一个沙洲啦，会在上面有停留。其实这是一个无人岛，那接下来就让我用镜头带各位去这个沙洲看看这一些风景吧，走啊。OK，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岸上了。我们刚刚有说的一个隐藏福利，也有说到七股其实是产科的主要产地之一。那来到这边，当然不能少的是什么？就是考科。你只要有购买船票，坐完船回来以后呢，商家就会为你起一个炉子，让你可以免费考科吃到饱，而且只有这一家是可以让你吃到饱的哦。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就开考吧。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边考科哈，一边跟各位说一些相关的资讯呐。那这个景点它算是比较冷门，也比较偏，所以它在假日的时候其实都是有航班的，在下午一直都是有航班。那如果你在平常日来的时候，我想要去，但是人不够怎么办？其实你可以先打电话，有些可能会有预约团体的，它的平日呢你过来，他们也会有开船。那如果说真的都没有的话，那怎么办？你只要凑齐15个人，他们就会愿意开船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小秘密。那如果说呢，你今天来考科，那你要吃到饱，要吃多少才会回本？那根据我刚刚去一下田野调查啦，现在目前的零售价科一斤是50块，一台斤是50块。那如果说呢，一斤的话，里面大概会有10颗，所以到底要吃几颗才会回本？你要自己算呢。好的，那店家的相关资讯呢，我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哦，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看。这期的影片呢，就差不多到这里了。那如果说你还想要看我去哪一些热门的景点，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按赞，并且分享、订阅。
还有追踪哦。我是阿杰，我们下次见，拜拜。星空。